荆棘从一同生长，经历过挫折的伤才迎来芬芳。梦想在每个清晨敲打我心房，送你片汪洋，现在就起航。勇气是信仰，永远不彷徨。上集，别看我是一个导游，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在我的培训下，动物们都成了耍棍高手。可是虎妞不会被盗猎者先抓走吧？嗯，是时候向白桦林进发了。野人出没。昨天那场大雨把那些脚印都冲没了，不过咱们的大方向应该是没错的。这个地方。光头强，你来过吗？我还用问？他要是来过的话，这能有这么多树吗？这，我后来不是转行做导游了吗？要俺说呀，陌生的地方总会有惊喜，对吧？对，说不定虎妞就住在这儿。快看，那边有只驯鹿。他好像受伤了，快停下！赵林，我去看看那只驯鹿，马上就回来。赵林，赵林，熊大熊二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过去看看。赵林，光头强，赵林，等等我！赵林，赵林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看，他受伤了，需要休息一下。别怕。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谁？看着像野人，估计是冲着驯鹿来的。我想他只是饿了，应该没有恶意。二狗他在干嘛呀？这个给你吃。他是野人，别靠近他。这也行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光头强，你怕野人吗？能不怕吗？野人力大无穷，野蛮又没法沟通。你说的这些都没有依据。哎，你看过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吗？里面的那个野人叫星期五，他就是个有感情的野人。我觉得野人一点也不可怕，反倒挺可怜的。哎，你推我干嘛？走嘛，去看看。这回应该像野人了吧？怎么又来一个？赵林，太危险了，你还是别跟过去了。没事的，强哥，放心吧。这孩子怎么就不听人劝呢？别，二狗，是我，大马虎。大王，我们现在要装成野人，把他们的食物都骗过来。你们别抢，我这还有呢。
你看，他们肯定是饿坏了。他们就是来蹭饭的。这不会是野人窝吧？我们会不会被他们吃掉啊？强哥，你别神经兮兮的。要真到了野人窝，也是你运气好，有些人想找都找不到呢。是啊。哎，你拿照相机干嘛？野人这么稀奇，我当然要拍照啊。把照片寄给报社，能赚不少钱呢。就知道赚钱。这个野人也太不配合了，换一个。等一下，我要合影。赵林，你去哪儿？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要是真上了报纸，我们就完了。哎呀，是啊，东北话都出来了，这两个野人肯定是假的。强哥，驯鹿不见了，我马上就来。为了赵林的安全，我还是不要打草惊蛇了。二狗，跟上。他可能害怕人类，先回家了。希望他平安到家。对了，熊大不是说今天要煮蘑菇汤吗？要不叫上他们跟我们一起去吃吧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行，如果现在拆穿他们的把戏，一旦引起冲突，赵林可能会受伤，得先拖住他们。因为我还没拍够照片。强哥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别拍照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还有你，跟着我走。走这边。看样子只能在路上想办法赶走他们了。想个什么办法赶走他们呢？有了。赵林，我们打点水回去吧。谢谢强哥。看你们装到什么时候。强哥，你多久没干活了？强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不小心滑倒了。躲得还真快。这个人开始怀疑我们了，一会儿机灵点，吃饱了就溜，看到值钱的都拿走。最好把照相机也弄到手，把里面的照片给删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听说野人的身高比一般人要高，脖子都比一般人要长呢？光头强，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的野人，别欺负他们了。哎，你听我说。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光头强，你到底要干嘛？站住，别跑。等一下，够了，让开赵林。别过来。你会说话，你不是放开他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先把我放了吧。快点儿。算你识相。该你们放人了。放人？包里还有什么好东西？把值钱的东西通通拿过来。你拿还是不拿？我对你们那么好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赵林，给你们。我拿到了。别放下。熊二。看你们往哪跑。两个假野人还敢这么嚣张。赵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不是早就对我早就看穿他们了。幸好熊二及时出现。都怪我，我不该相信他们。没关系，赵林。对了，熊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这么久都没回去，熊大不放心，要俺出来找找。你们看，
俺这一路还有新发现呢。绳套，盗猎者来过这儿。这两个人不会是盗猎者吧？哎，人呢？出来了！大马猴，我还没娶媳妇儿呢。大马猴，大马猴，媳妇儿，这么高，你差点掉下去了，掉东西了，说不定有吃的。去看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去找熊大吧。可我好担心驯鹿。森林这么大，我们上哪去找啊？他要是被盗猎者抓走了怎么办？我要去找他。赵林，这丫头。熊二，我们跟上。哦。你在哪儿啊，驯鹿？千万别被盗猎者抓走了呀。找到了。哲，你别碰他。Finish do, Shinan。听见没？你离他远点。啊，原来他在帮小鹿包扎伤口。啊，光头强他们都不见了。强哥，熊大。这不是那只鹿吗？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原来森林深处竟有这样的地方，请期待下集《神秘的驯鹿少年》。烟花开遍山高，繁花沙沙作响，人心本正藏着一切的方向。指南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。四季变换，茫茫一起沐浴北方的阳光，这冒险还很长。冬雪消融，溪水流淌，更换熄灭，曙光在前方，有伙伴有力量。烟花开遍山岗，浪花沙沙作响，身心本正藏着季节的方向。指南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